我们继续来讲下跌当中如何选股。那这种思维的话，是正好什么？顺应着当下的行情，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系列课，大家可以把它学好，开拓您的一个思路，祝您选股能够成功率大幅的提高。大家好，我是射手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那下跌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什么？相对于的强势股，强势股啊，其实它是分为两种的，一种。 它不仅是什么有了前面讲的真底在抬高的这种，对吧？高点在不断创新，濒临城下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已经逆势大盘强势上涨了。那这两种情况，我们会什么区分来对待？详细的讲解该如何选择？那首先呢，本片我们来讲第一种。那这个票之前也是我们讲过的，泽成电子。 我们把它提到这个专项的课程里面来给大家去讲，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它中间的势能的一个区别。与大盘而对比来说，大盘在这里上涨。 它呢也在同步的上涨，然后大盘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落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您不能说大盘已经破底吧，它的底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远远还没有破底，它只是什么在回落或者说在回调的过程当中，但是它呢却一直在这里盘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在这里是率先完成了一个真底抬高，这个跟前面的几个案例是相类似的。好，那您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大盘却选择了什么破底，对吧？它开始往下。 他却选择了逆势拉升，在这里点火启动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一段是不是明显跟他对比是属于创了新高的？它不是涨高了一点点，对吧？不是这种什么。 高点不容易区分，你比如说，就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只高了一点点，你还要去数它的什么？是不是需要比它要高一点，或者怎么样？这个是很明显的，目测一眼就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什么逆市的点火启动。那既然它敢逆市启动，它肯定就是什么冲着这个地方来的，因为它一定是为了左侧的群峰以及什么下方的这个量堆。那它就明显属于强势股了，因为你想一般的。 股票或者说弱势的股票，它都是什么？人家都是跟随大盘下跌的，甚至于大盘涨啊，你看大盘前面是不是有一段缓涨？从这里开始是不是很缓慢的？它没有这一段上涨的幅度这么高。那大盘涨啊，它乌龟爬，天天在那里磨叽。但是大盘一跌呢，它比谁都跌得快。那大盘什么逐渐的开始往下跌，它已经跌得个半死。所以啊，它这就是什么？没有对比，您就没有区别。 所以对比这种，你就知道它是属于什么明显的强势，对吧？这就是什么创了新高的，所以要注意把它跟前面的案例来做一个区分。好，那强势票，那我们就要看好它什么向上进攻的强压，因为回调以及什么它自身的一个防守，那很明显，后市它如果要继续保持强势的上攻，就肯定不能够跌破什么右侧这个基柱的实体。 才能上攻，对不对？这根脊柱是很明显、很容易能够发现的，它是一个什么大阳，对吧？好，那不破它的底，出了次阳就 OK，破了它的底那就没戏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是标准。那王牌剑它等三天，一二三天，它最低价打到这里，根据五个标准里面教大家画金阶，那是不是我们暂时就不必盯它的底，而上移到看这根线呢？对不对？它只有什么后市它跌破了这个底。 跌破了这个境界，是不是才会去考验它的这个实体的支撑啊？所以短期来说，是不是就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看空？我们永远只什么？相信自己眼睛盯着的盘面，而不要去臆想，脑子这里想着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够过得去啊？哎，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够跌得破啊？你就是抓破了脑袋，整晚的不睡觉，你也想不出答案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，主力动了，您在动。好，那您看，请问这里有没有出？ 四阳盖了这根阴，但是您知道，如果后面要继续涨，它过了这个实顶，第一需要什么回踩站稳吧？这是不是第一点？然后第二，它要不要过这个虚啊？所以的话，那只要不破什么这个黄金线，我们就可以拿一拿，它就是我们的什么靠山柱。那如果突破了它的实与虚呢？是不是重复前面的，就是一个什么加仓的临界点？所以你想，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什么满仓重仓，请问还有标准吗？ 肯定没标准，因为仓位重，我们心理负担就会很重，就会乱套。这就是什么？有些朋友他不想经过练手，他就直接上重仓，然后呢又受了伤，然后又说学不会的原因，因为给了您方法不想照做，其核心他是想跳过这一步。 您说行不行？当然，这个虽然射手说的很直接，但确实是为大家着想。那您想一下，我们客观的想一下，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解释，我们换个思维，可能大家就更容易什么接受一些。假如您大学刚毕业，去了用人单位上班的初期，您就直接对单位的领导说：“你下来把这个位置让我来做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这个位置的工资高一些。请问这行不行啊？那我们没有经过磨合，哦，我就想赚钱，我就想打大牛。” 牛然后的话就能够把这个什么利润赚到手，您觉得行不行啊？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你要练完车才能够上高速的原因啊？一样的。好，那紧跟着这里了，这个它不是阳吧？它是一根假阴真阳吧？它不是您加仓的理由吧？更多的是不是试探？咱们先别说什么它的单枪，那假阴真阳是不是不太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过，板后的假阴是不是相对比这种假阴质量更好一些？ 它的涨停板在哪里啊？大洋在哪里、啊？在这里，隔了这么多天呢、啊。好，所以的话，那您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告诉您主力是虚晃一枪啊？所以它没有什么没有加仓的一个确认，但是呢，我也没有必要减仓。 为什么它还没有破我们的靠山柱？这样的窄幅的波动，我们是可以经受得住考验的。但前提是什么？我们是一的标准分批的上仓位，而不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没子弹了，那就被动的看着它涨与跌，然后心情跟着哎呀呀呀它涨了，哎呀呀呀它跌了，那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它有序的缩量来了一个次阳盖阴，但是有问题，左侧这里有缺口，这个上方有压力。 对吧？我们先别说这根什么高量柱了，这个地方它也有量。那你想，这客观的来讲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不保险？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后面的走势，明天是不是至关重要？是方向的选择，你破线决定了我的退，你什么上线决定了我的进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？所以很多东西它不是要去臆想，只是要去执行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不提前通过每天的复盘以后，做出次日的一个预案。 到盘中的股价，如果万一遇上波动的很激烈，您再去想，请问来得及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是不是就好一点了？因为什么？它来了一对红眼睛，对不对？右眼比左眼高，这个老知识我们就不科普了。 对吧？大家可以去翻翻前面的视频。如果是新来的朋友，所以您看红眼睛后面出现的一个跳空阳，是不是就在盘中确认呢？当然，肯定会有少数朋友说：“那我又错过了涨停呐，没机会。”它很快涨停的。其实啊，射手在这里反复强调仓位啊、方法这些东西，它不只是讲战法，很多是来自咱们的交易习惯以及交易心态。心态的形成啊，它与自己的习惯有关，看得懂。 他就懂得从自身人性上面去找原因，在后面什么去纠错，而找借口的，他永远就用用不完的借口。这就是什么？外面说的成功者找方法，失败者找理由的一个区别。那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那看不懂的对待这一天的什么？ 板后的假阴真阳，他又有借口了。哇，这里涨这么多，我买进去了，它下跌了怎么办？对吧？好，那不买，那它上涨了，我又踏空了，又怎么办？那就是什么？它涨也纠结，它跌也纠结。其根本的原因是不是来自于他看不懂？是不是就是射手讲的？你看不懂，为什么你要去介入这种？对不对？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。所以啊，你想他在这个地方始终看不懂的，还是看不懂。那这里的板后假阴是不是明显比我们前面说的这根假阴真阳要强？ 当然，它是形成了一个高量，我们用好高量做战法就肯可以了，就 OK 了。因为它前面的涨停是不是打过了关键的位置？那请问这天的形成高量做的假阴针啊，它有没有跌破这个位置呢？OK，它要态度有态度，要位置有位置，怎么按个标准处理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有什么好想的？您抓破了脑袋你也想不出答案的。我们只按标准执行啊，是不是这意思是我们强调的？所以啊，我们交易的习惯它很重要。 亏钱的人习惯在哪里啊？他就在哪里亏钱，他还容易什么重复的去亏钱。而赚钱的人呢，他用的是什么？尝试着换了一个角度，按强者的思维，他才能够跟上主力的步伐。对应大盘的下跌，大家想，常态来说，是不是多数个股都是下跌的？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休息？既然打算出手的，他肯定是想做一些什么？他不一样的。那么在下跌中，异动下跌的，这是前面讲过的，逆势抗跌的。 这是不是都是属于可做的品种？然后呢，还有更强的没有呢？是不是就有了我们说的这强势品种当中之一的？所以它后面皆有表现的机会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咱们得换一种思维。你想一下，假如以往的思维让您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，那不妨换一种思路，也许结果它就会不同。诚然，这个结果也许会比以前更糟，但是结果也许。 就可能会比以前要好，但是您永远不尝试，那永远只会重复前面的结果，明白了吧？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，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留言、点赞与转发。更多的干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